是啊，这边有一个叫四分点，可是现在四分点有没有出来？没有出来，你会乱点。你乱点也可以，有的人就是没有点，那就乱点。那乱点看起来看不出来，可是你一放大就露馅了。那我怎么样？刚刚好，我今天就是要叫这一点出来。这一点呢，实际上哦，就是叫做四分点。那它现在不会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有没有讲物件锁点？物件锁点里面呢，哈，假如说呢，你按右键，记得按右键哈，会有个四分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四分点现在有没有按下去？没有按下去，所以没有按下去，它就不会被锁住。不会被锁住的话，那你游标放在上面呢，它就不会出现这个点啊，不会出现这个点，你怎么点都会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把四分点点下去。好，点下去之后的话，我们再重新再点一下线。我要从这个圆的四分点，所以四分你就游标放在这个圆上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边就会出现什么一个四分点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点就是我们要的锁点。所以其实物件锁点指的就是说，你针对这个物件，这个圆就是一个物件嘛，你要锁在哪一点啊？那而且这个是最精确的，你不能乱点。然后点下去之后的话呢，我要拉过来，那拉过来特别注意哦。我们可以哈，这有极坐标，那我要往那个水平的方向给它多少呢？70除以，对吧？70除以6，所以你就输入70除以6，按个 Enter，它就会帮我画一条线，方向你要给它，方向就水平方向，有没有？就是这边有个虚线嘛，按 Enter，这样的话这一条线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你可以按那个跳开 Escape 有没有？跳开就会结束掉，或者是你按空白键也可以，按空白键也是结束。好，那我画出这一条线之后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在这上面画一个圆呢？可以啊，就是接下来中心点哈，那我要怎么画那个圆出来呢？一样，点一下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在这。